所以，九月现在还不能来看你。我知道，我信他，真好。我真羡慕你，也羡慕九月。羡慕我，嗯，羡慕你能这么信任九月，也羡慕九月能这么笃定自己的心意。 是因为九月，以前从来都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我义无反顾，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我好。我曾经害怕面对他，因为在他身上全是光、简单、快乐。他对我那么一心一意。 让我在他面前显得自惭形秽了。可也正是因为有你，九月他才这么简单、快乐、阳光。你看这几天你不在他身边呀，他整个人就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呢。就是因为他这么好，所以我才不能让自己毁了他。 我比他大，知道学历对他的重要性。我们两个必须熬过这段时间，以后才能更好的在一起。其实我爸妈他们只是气九月不好好上学，并不是针对你。估计等九月顺利毕业了呀，你们的事情总会有办法的。嗯。